岳阳明犬疾必呕书耳则，君子小人，良知之体，未始不同也。一必于斯而不能治，遂急功既能，屋中献良，无所不至，欲可哀矣。唯君子昭况如太虚空，绝不与教是非，辨得失，故小人猝无所乘其毒，而陷溺未深者，犹可化为君子，亦与之抗，则其去小人不能一寸，而欲与失教，欲必先必矣。通此佛事而无我观，妙旨凛然，孰谓世贤大儒，非出世白毛哉？或病阳明有时辟佛，疑其未望门庭，盖未论其事，未涉身处其地耳。呜呼！既阳明起，诸大儒无不醉心佛尘，夫非练苏味酒之功也哉？学无论如是，其贵真见伪意也。学果真，虽一时受禅被意，金光中不可掩；学狗尾，虽一时欺世盗名，丑态中亦必露，故曰思明也。三代所以直道而行，夫直道即良知本体而已。至此本体，可见天地，知鬼神，四百世，况斯世之名哉？故斯世之名信之，而权奸毒诬陷之，俗如毒排斥之，彼权奸俗如毒无良之邪，特有以避之福能治之耳。呜呼！君此本体，但福治则与景兵同恶，能治则与阳明同善，读圣贤书者宜何如？圣其独也。今世佛门现足于伪者亦多矣，吾为此惧，欲贤之而未能。阅此书，不觉感愤流泪于呕书二则二，为时以便破我法二执未宗去，故借立法为遣情之门。般若以会一切法无非妙理未宗去，故借破执未密理之门。然则为时移民破相，般若移民立法，而相传反称为时未相宗。般若为空宗者谬也。秒科禅师为逝者吹不毛，只是出入性门方便，是多认为吉则是，其为白香山拈诸恶，莫作众善奉行二语。正是彻骨彻髓，原始要中法门，是多认为浅近事，无怪乎解行分章不达实相正印。山客问踏并起偶书，林峰有五美四恶。何谓五美？一者全干且多，二者触至不闻，三者属不酷，四者寒烧柴火，五者闻赏。何谓四恶？一者病时医药难，
二者平时借贷难，三者大风能飘瓦，四者的极多沙，所生谷菜味皆劣。客曰：敢问四恶亦可平乎？山曰：可。客曰：请问绝方。山曰：解口腹，甚寒暑，则少病，思平医药矣。少欲之足，则不平，思平借贷亦。锦覆毛，泥治壁，狐疮庇护，思平风矣。依佛教戒，于每恶时勿忘分别，去疗行，哭思平列位矣。客拜曰：善哉受教，请必是依君助。解智之格物解曰：佛法为唐仪之说，知者明德之本体，乃中道第一义地妙心，非空非假而实明一切相，即一切法者也。智者一心三观，乐达此一地而三地也。悟者迷此之体，而幻现之身心家国天下，如水所结之冰也。歌者推究此身心家国天下，皆如幻影，并非实我实法，如以宣气消坚冰也。欲得水，莫若叛冰；欲治之，莫若格物。冰叛水陷，物格之至矣。物者所观之境也，格者能观之至也，知者所显之地也。一心三观明格物，一境三地步，令隐晦明智之，不可以智之为空观，格物为假观也。唐六分故破之，了之五味百法，皆无实我实法为物格。转第六十味妙观察智慧之智，转第七十味平等性智慧一成，转第八十味大圆净智慧心正，转前五十味成所作智为身修。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一世界清净故，一切世界清净，为加其国治天下平，只一物格功夫到底，治之之学，使无亏欠，是谓究竟不离于初步也。藏性解难五则，随缘那名不变，不变那的随缘亦难，非不变之体，安有随缘之用？非随缘之用，安显不变之体亦解？不变体常，随缘用无常，还是一分无常。一分长二难，体不变故，妙用不变，体常用一常，用随缘故，具体随缘，用无常体亦无常，常与无常，二鸟双游，二解正随缘时，不变安在？物不变后，岂更随缘？三难正随缘，随缘即不变，
别无不便所在。如二月外无真月，二月即是真月，物不变，不变随物缘，了了常无迷惑。如近眼见真月，更不见二月。三节，月是能随邪，见时所随邪，四难。九月未遇，真月不变，一二皆随缘，真月随人，见一见二，不变常自随缘，见一见二，实无他月，随缘常自不变。就见未论，见性不变，见一见二皆随缘，见一是真见，见二是妄见，只一见体而有真妄，不变常随缘。真见妄见总是见，随缘常不变。四节，月是能随，即时所见，见是能见，即时所随，名不二邪，五难。此非不二，须知月不在天，见不在目，月在天，见在目，二物相远，如何成见？又复月不来目，见不往天，月来目，天则无月，见往天，目则无见，然非月何见？非见何月？月若是见，复何名月？月若非见，云何见月？见若是月，复何名见？见若非月，月云何见？从此体会，方知能所不二，不二之性，即是不变。迷者谓二，悟之不二，总号随缘。一性随迷悟两缘，迷悟总不改一性也。五节，林峰偶义大师宗论卷第四之三，批一位于字，著名被查。